那已经很丑了，第四万对，三万才对的哦。对啊，丑，真的是逆袭未必好。不要这样说自己。轻落。今天就交给雷梦了，欧博、啊。打不赢他只好用言语霸凌。真的，只能这样了，只能用嘴了，靠嘴打牌了。三四花啦，好屌哦！我看，你会不会三四花花杠花杠？好像台湾国语，三四花啦。那你补了吗？补了。好，那就好，那没事。我要跟，选好哦。慎选。再往下换。再往下换。再往下换。看，你是觉得我换的不错？对。一试成主顾。一手。是恩客来着，真的玩的干，小野要换一堆垃圾给我，你办？看八仙来了啦，烤死你！哎干，你摸上次这么对，你摸到花，我们直接叫帮忙人来。他会，他会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他会，他有事，哎都没事，都没事，都没事。干这样我出事几率最高，对，出事几率最高是吗？我不能八强二吗？不是，你摸到八张花，你摸到八张花，大家都死了。大家都要有事。干嘛？嗯。哎、欸，你要是还有一个你的。不要。啊，不要。哎、欸，干嘛啊你？哇哇，你准备要起来了？你准备要出事了，小美。什么啦？哦、没事啦，不错。你可恶。那个不是花啦。干嘛提前告知我？因为我摸到啦、啊。雷梦你专心摸花啦，不要玩那么认真啊。摸不到啊，我也想摸花、啊。花。哦，不要是这样子想摸花、啊。哎呦哎。我干。玩看看啊，搞不好在后面。搞不好在这里。对啊。看颜色。看颜色。前后收拾看看、啊。是是是。啊哇。到这里。天压力好大啊。干我三亿花哎、欸。哦、我三四花、欸，屌，三亿花没台。哦、看好屌哦，连续都没进牌、啊，连摸三张没进牌，这几率到底有多高啊？干，期望值已经三倍了，期望值已经三倍了，干，真的是运气不如人。想半天，因为我很想弄这边啊。想半天，那天碰招，好贵，三张四花啊，好贵啊！三张四花，星空，空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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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台，十台，好大，好贵哦，装，哦，十一台，十一台。林小姐，志祥问说，我以为我朋友打了9万，我问他，他说对，我倒了，他还说他打6条，请问这状况是我要包吗？我觉得你可能这个考虑一下，这种朋友不要交吧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赢的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